致悼词，请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致悼词，请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May we now invite the Vice Chairperson of Hong Kong Alliance, Chow Heng Tong, to deliver an eulogy. 八九民運，始於悼念，終於死亡。廿八年前，因為胡耀邦嘅逝世，你哋嚟到咗廣場；而廿八年後，因為你哋嘅犧牲，我哋嚟到咗維園。當年冇人會想像得到一場悼念會演變成一場席捲全國嘅民主運動，更加冇人會想到對你哋嘅悼念會成為二十八年嚟呢個國度最敏感嘅行為。成日有人會問，悼念你哋有意義嗎？而家嘅我哋冇一個完美嘅答案。當年嘅你哋或者都冇太深究呢一個問題，只係因為心入面嘅嗰團怒火必須宣泄，必須表達，只係因住心裏面嗰份傷痛無法掩藏，無法遺忘。當年嘅你哋並未以改寫歷史作為你哋悼念胡耀邦嘅目的，正如今日嘅我哋齊集喺呢一度，亦都唔係要憑藉你哋嘅名義達成啲乜嘢，只係單純地悲痛、憤怒同埋好掛住你哋。歸根究底，我哋嚟悼念只係最自然情感嘅表達，但係呢二十八年嚟仍然不斷有人因為呢種情感嘅表達被投入大牢，受盡逼迫。就講而家仲坐緊監嘅就有陳冰、傅海綠、羅富裕、張俊勇、陳雲飛等等，我哋銘記佢哋嘅名字，都想請你哋在天之靈守護佢哋。喺香港嘅我哋好幸運咁，唔使因為表達哀傷而坐監，可以自由咁同你哋想講我哋想講嘅嘢，不論係慷慨激昂嘅承諾，定係幼稚可笑嘅叩問。但係伴隨呢種幸運嘅，仲有責任。有能力嘅人仲應該多行幾步，為唔能夠發聲嘅人發聲，為唔能夠自哀嘅人自哀，令生者得安慰，令死者得安息。而最能夠告慰你哋嘅，莫過於六四嘅真相能夠大白於世，刽子手能夠受到懲處，親人可以自由悼念，公義得以彰顯。二十八年嚟，我哋每年都同你哋承諾會繼續為呢啲目標奮鬥，但係二十八年啦，唔知你哋有冇等得唔耐煩，有冇怪我哋辦事不力呢？我哋冇辦法同你哋話而家中國嘅民主運動形勢大好，亦都冇辦法同你哋講一黨專政嘅結束只在朝夕，高牆嘅監控日益嚴密，民間社會日趨死寂，抗爭者多有迷惘失措，未能夠摸索出團結嘅方向。但係我哋都睇到中國嘅民間抗爭，即使要轉入地下都從未止息，即使方向未明但仍不斷嘗試，即使代價高昂仍然有人
敢于坐穿牢底，在寻求公义、追求民主的过程里面，我们当然都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请你们原谅。但是都想请你们相信，我们初心未变，直到公义彰显的一日，我们都会继续行动，继续发声，继续守护你们的记忆。在此时此刻，我们其实不知道维园这一场持续28年的悼念会结出一些什么的果实，但是我们知道本住对公义的执着，对未来的期盼，本住人之为人的那份爱，维园的烛光是一定会坚持下去的。释放民运人士，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建设民主中国，平反六四，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结束专政，平反六四，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结束专政。依家默哀一分钟，默哀一分钟。Let us now stand in tribute for a minute.